撑了。幻梦石，可是这鼠标怎么动这么慢呢？它30记着点啊，它这鼠标是30记着点，兄弟们，一会儿给它调回去啊。这些最硬的口才，兄弟们，我们今天需要开出一个波塞冬神殿。算了，波塞冬神殿开不出来拉倒吧，兄弟们，这个波塞冬就这么地儿吧。发点红包，当前加成60生命，哇哦！哎，八条没拿到，好烦。扫装备要不拘一格。钻龙是7个，社交距离很近。1223，1223，两星思维音，有钻炉，不拘一格，扫装备可以拿，但现在我装备其实不扫，我决定还是拿钻炉。关键我也不扫装备呀，我要扫装备还行，上来这玩意儿一点战力不给呀，虽然奥恩也不给啊，奥恩也是后边来给的。能给一张鱿鱼不？好想要一张鱿鱼啊！谢谢蓝莲汉鸟居很美味的潮汐教堂。今天我们差3个盛典超火，有没有兄弟给过一下子？
有没有好心人能给过一下子？差点超火，兄弟！哇，这哥们儿怎么回事？升五了？良心大虫子。那些白银的人怎么都不给装备呢？那潘多拉变装备咋不给呢？要魔抗啊！正好一块钱，你好。你说这不拘一格有啥用？我正好要个魔抗，一块钱，天河离子，必须得有。这离子是法师必须得有，给了不黄金了，确实啊。约来个离子火花，这波生不生人口好像没什么区别，不生了。为什么感觉这把的法师有点多？怎么办？但没事儿，我总是能在他们之中脱颖而出，问题不大。如果这把法师太多，我们下边换啊，下把换。法师太多玩啥呢？劫？那劫我是这一把都没玩过。算了，大虫子放中间吧，大虫身上带离子，不放中间老第一个死，不太划算。这波希望不要输啊，千万别输啊。这小子升五，他皮层，我操，他有一头猪。这可怎么办？打不过呀。他皮层为什么要赢啊？搞不懂啊！
闪的。你的灵魂将是虚空的食粮。给了一张腰子，转沙皇你得有羊刀，没有羊刀玩不了。有可能等一个变形重组器行。我这个马尔扎哈就没二过，每个一阶英雄一个义字，基础装备和八块钱。现在其实有点差装备了，装备不太好，要不就联合抵抗，联合抵抗加那什么，这不要。哎，他能拉第二个。敌人远点，离我近。可以转速锐马呀。下波了，等一个那个，等个断炉。那断炉给啥？要哪个呢，兄弟们？要个沙漏吧。变个啥呢？可以变的，我知道可以变的，那变个啥呢？乌瑞玛都要什么玩意儿？五十瑞玛配皇子司令，振奋，行，变振奋啥的。给狗头银吧，靠，我愿悲天悯人。搜集者，巨神未必。
器已经磨损不堪，急需缝补。岩雀给了打点钱，现在就给呀。你现在要给换可挺难换啊。要换就得把这鸡卖了。把包给了，份份可以给，给狗头人呢。整个世界都会陷入黑暗，但诺克萨斯将会长存。现在打他们连胜应该没问题，应该没问题，能赢。换张宝石上的，法宝补一个巨杀吧。压麦了。波少分段太低了，不上分没办法一起排位了。主要是波少没时间，我们帮他玩一下了。他主要是没空，你知道吧？忙。哎，理解。永世长存。他们会感受到无法想象的痛。没空玩的主要是。你的灵魂像是虚空的石料。哎，差一块钱，我操！有点难受啊，兄弟们，差了一块钱。黄鸡给个巨杀，行。电刀，我都有离子了，我还要什么电刀？你瞅瞅这人，我操！虽然是变形重组器吧，这洛康萨斯之手给他们个法爆，哎呦我天哪！我跟他们玩，我不吃鸡，简直是耻辱，兄弟们，真的，我感觉我跟一帮傻子在这玩这游戏，非常的睿智。没有携带装备的防御即是护盾，装备不少吧，等会法力燃烧这个也刷了，坏了兄弟们，法医就可以啊，只能医了，没办法了。没招了，给个法医挺好。为什么岩雀站前面？哼，忘了，没看见。
单星梯吗？拉巴，下边拉巴，输一轮拉巴吧。为什么不吃太阳圆盘的回血？那太阳圆盘不用吃，自己就出来了，还不用人儿搁旁边吃。为什么岩雀还站在前面？我没看见。我要狗头银。有人能给狗头银吗？看来没有啊。这是 fuck。我只能拿个两块的了，没招了。这就是没有科技枪的下场。这把你还真别说，还真就要点回血。那不行，这个黄鸡我就扔了。我想下波来的，行不行？怎么不行呢？可以啊。算了，腰着扔了，一个。岩雀又忘放下去了，这么地儿吧，没想起来。挤下来呀，挤不下来呀，能挤下来。完了，上当了，兄弟们！敲敲门，找你报仇的人来了。整个世界都会沉入黑暗，但诺克萨斯将要长存。命运之神，舒瑞玛一张没有，尚未到来。德玛西亚，永世长存。那咋一张黄鸡也没有呢？阿克上，阿克上要吗？阿克上应该要不上。哎，是有个什么玩意儿蹦过去了？
乐鱼的话，三诺克萨斯有用吗？岩雀可以了。黄鸡咋这么少呢？正常来讲，八级五十概念，黄鸡狗头都应该二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不二，很奇怪。OK。OK。谢谢 ，Thank you。所有飞升在回合开始时进行。你们觉得七速瑞玛厉害，还是我现在这样很厉害？现在这样厉害是吧 ？OK， 那就现在这样，追个三星黄鸡吧。所以让三星狗头云或者是黄鸡都可以。他的卡莎差两张，给他带走吧。黄子直接过来扣他，蛇女往这边放。没转职要什么七？就是诺克萨斯跟那个啊，不行，就这俩呗，这俩换速瑞玛就是七。我看我再给点什么装备呀？我再给点法医，感觉好一点。我可以再给个法医，又给赛恩。哥们死了，要张黄纸，兄弟们，这把追一个三星五四费。啊，黄纸，八块钱还想追三星四费，咋的呀？一直赢不就能追了吗？那我干现在干啥？你说我两星黑哥我也递不出来，你说我现在干啥？你说我现在能干啥？我只能瞅着。狗头人，给我扛住！戳戳戳戳戳！真垃圾！操，这他妈都打不过。
吃分了，吃分不行，我得吃鸡。我感觉我这个战斗力太垃圾了，我觉得我这个战斗力海克斯可太弱了，我要不是有这个战力海克斯，我感觉能厉害点，还能俩他妈谁也打不过呀。把所有道路的交汇点，一星泽利都打不过，谁到了一星泽利都打不过，还是个八级五组啊。没事，他俩肯定得死，不应该玩数一码的，还是应该玩那个枪，玩枪能吃鸡，玩别吃不了。我操，三张亚索不知道要干嘛。来吧，黄子再来一张。给个啥啊？只能给黑哥装备了，没办法了。两只鸡。哎，滚吧！这两只鸡，有个锤子用。戳戳戳！操！死一个，给你吃我第二。我操！不一定了。世界都会沉入黑暗，但洛克萨斯将会长存。真他妈骗你！操！我敲门，找你报仇的人来了。这可怎么整？纯是骗局呀，兄弟！好难受。多的不说，兄弟们，还得是枪，要吃鸡还得是枪手。行吧，第二名凑合吧，只能说是凑合。